好，本周生肖运势呢有三颗星呢，特别恭喜生肖属虎、属马还有属狗的朋友。哇，人缘桃花呢会让你感觉到倍感开心，然后呢这个人缘的簇拥呢会觉得贵人呢来相助哦。不论在你的事业啊、生活甚至于家庭方面呢，希望你呢都可以保持一个广结善缘的好心态。